的讯号，云雾遮住的一角在眼前闪耀，天生有光环围绕，人人都是主角，未来的愿望清单你完成了多少，青春在燃烧。妈，哟，这新店开张一个客人都没有啊，要不要来一杯？不用。你知道我今天干嘛去了吗？拿你的资料去找人相亲去了。我发现啊，你除了外形还可以，其他没有任何的优势。哎，对我这么高的赞誉啊。哎，这几个是我帮你筛选的，每一个年薪都在50万之上，你自己挑挑看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你知道现在相亲竞争有多激烈吗？都是95后的天地，你一个90后还想挑啊？那我就一辈子单着。那就彻底完了，一个女人不结婚不生孩子等于白活。妈，你要是再拿那些老掉牙的思想来逼我，我明天就去出家。你去啊，现在寺庙都要研究生，你想出家人不要你。小欧，你别嫌麻烦啊，妈是为你着想，你年纪又不小了，还这么孤苦伶仃的，连喝酒都没人陪，妈看着心疼。你和那个严谨，你俩之前到底算什么？我们俩就从来没开始过，什么都不算。那你最近的状态怎么这么差呢？比之前跟赵天辉分手之后还要糟糕。你和严谨的事情你不想说，妈也不再问了，但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就自暴自弃呀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不就找一个男朋友吗？那些歪瓜裂枣我看不上，要找我自己找。你不是说的气话，您就回家等着吧，用不了多久把人给您带回去。怎么样？不像没人要雪饼吧？风采不减当年啊！你别说，这件衣服你穿还挺好看，这牌子特别好，你喜欢穿走。这么大方？这是唯品会买的，现在天天折扣，我准备再买几件。真行。季晓，你说你突然间打扮成这样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你不是让我要展开一段新恋情吗？我不得打扮打扮。哎，我们这边哪个酒吧最火，帅哥最多？你带我出去浪浪呗。是不是严谨又刺激你了？我就是不想再像以前活得那么无聊，我想像你一样多出去走走玩玩。好，反正最近学做菜也学累了，今天呢，咱们就喝个酒，好好放松一下。姐今晚就带你飞。
王尼雅，你就是个鸽子精，说要来喝酒你也不来。你可真能折腾，都玩好几天了，我今天正有事不陪你了。随便，反正我喊了月月他们。哎，你呀，就是个重色轻友的人。你好，美女。美女。你们干嘛？一个人呢。美女，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，我们两个陪你啊。是喽。自作多情。哎，别走啊！其实我挺喜欢你，咱们去那边玩玩啊！就玩一玩。哎，走了走了，就是就玩一会儿，走了，放开，走了，放开！谁让你？给我滚！你紧着个屁啊！喂，你走。等一下，小雨，怎么是你啊？姐，你喝多了，别再喝了。走，我带你回去。哎呀，我好不容易出来放松一下，你能不能别像我妈似的管着我？我要去对面的酒吧。别去了，姐。你别拦我，我就想喝点酒。回似水流年，我陪你喝个够。似水流年多没劲啊！我天天待在那，我都要呆吐了。我就想玩一下。正好，你来了，帮姐挑个酒喝。走。季晓。你还是纪晓鸥吗？我是不是有这么重要吗？就为了一个严谨，你至于这么作践自己吗？你这么做不会惩罚任何人，只会让坏人更开心。你别把我看得那么重要，我作不作践自己，坏人他根本就不知道，人家快活着呢。没必要这么折磨自己，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。你以为你泡夜店泡男人能让自己好受吗？不会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这种女人。你这么做只会让自己更痛苦，更厌恶自己。忘了他吧。忘不了，我忘不了。我越想忘记，那些画面就越清晰的出现在我眼前。我就是忘不了他，我忘不了他。
们会似水流年。我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，就是有一天我不再爱你了。袁静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在利川跟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你是男人就说实话。是真的，我对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下我一个，对不起，小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醒了，几点了？11点多，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没事。电流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今天就躺着休息吧，多喝点水。我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呀？战宇送你回来的。就战宇一个人吗？是啊，你昨天晚上又吐又哭的。战宇一宿都没合眼，一直守着你，直到早上起来才给我打的电话。想什么呢？哎，啊，没想什么，我就头有点痛。你刚刚说什么呢？我说，战宇可真是个小暖男，昨天一宿没睡陪着你不说，早上起来还给你熬了粥，等到我来了以后，他才放心回学校。这走之前还千叮咛万嘱咐，说真的，你真的一点都不考虑战宇啊？我要跟你说多少遍你才相信我对战宇真的没有感觉？可你挡不住他对你有啊！你管得了自己的心，管得了战宇的心吗？自从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之后，我也觉得战宇对我的好有点过。你觉得我应不应该找个机会把这话跟他说清楚？人家战宇也没跟你正式表白，你这样两个人都尴尬。我很清楚自己的感觉，战宇这辈子只能当我爹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放不下严谨呗。忙你的去，再睡会儿。
姐，我也不舒服了吧？我来擦，你歇着。哎，我没事儿。小雨，你这两天照顾我都没怎么休息好，今天早点下班吧。我不累，今天帐篷不在，这么多活儿一个人干不完。小雨，这段时间这让你操心了，以后不会了。哪儿的话，前段时间你一直操心我和我妈。姐，你对我们这么好，我想就像现在这样照顾你一辈子。那怎么行，你还这么年轻，要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还要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好姑娘，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你要过得好，姐才可以安心。结不结婚我也不结婚。你个小屁孩跟姐比什么，我是让你多为自己考虑，听话早点回家，你妈妈还等着你呢。可你身体还没好，真的不需要我陪你。哎呀，我真的没事儿，那天我是抽风喝多了说胡话，你别放心点，早点回去吧。那好吧，我先走了。记得晚上要是失眠或者身体不舒服就给我打电话。回去注意安全。钱都走了。凭什么认为战宇是被情杀的？他喜欢你，不是吗？难道没有别的可能性了吗？战宇被杀害以后，又被凶手分尸了，手段极其凶残。就算不是情杀，也得是个仇杀。依你对他们的了解，战宇和严谨之间有仇吗？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他不是跟那个小美人在一起了吗？根据严谨的口供，他并不是真的喜欢小美人，他接近小美人是另有原因的。在他心里，他唯一喜欢的只有你。今天这顿饭呢，是伟子做东，他说有些话想跟你好好说说。严总，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安安静静的喝场酒。这杯酒我敬你。刘总，这杯酒敬的，我有点不太明白啊。这是第一杯酒。为我之前对你那些冒犯的话向你道歉。刘伟，我就是个糙人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严总别往心里去，之前的不愉快一笔勾销。第二杯。我爹妈走得早，身边再没亲人，梅姐就是我最亲近的人，对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人。谢谢你舍身救了梅姐，也希望你从今往后能够善待梅姐。啊，第三杯。从今天往后，希望咱们兄弟俩能一起联手干更大的事儿。头一回听刘总说这么多话，有点不太适应。我呀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都在酒里。
好了，来坐这儿吃菜，吃点吃点来。哎呀，看你们两个喝酒的吓人劲儿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有什么安排吗？没事儿。没事儿，陪我去逛逛商场呗。我想去买两件新衣裳。有什么喜事儿？对呀、啊，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吴峰已经到梨园了，约我们明天在盘龙山见。哦，对了，晚上你得安排一下啊。没问题。他这个人啊，特别迷信。哎呀，非得说跟我们见面都得穿白色的衣服。这么讲究？什么讲究啊？就是封建迷信。要不是为了赚他点钱啊，我才不跟这种人打交道呢。我那白色的衣服啊都旧了，所以想买身新的，图个好兆头呗。好，一定，我给你买一件最好看的衣服。婚纱呀？嗯，婚纱。赶快吃。嗯。梅姐好，严总好。你好，曹哥。老吴呢？还办呢？办着呢。刘总，梅姐，里边请。严总，请留步。什么意思啊？不好意思呀，严总属相和吴总今天犯冲，不宜见面。麻烦您跟吴老板说一声，严总是我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，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，咱们自己人见面，这些规矩就免了吧。受了，梅姐，吴总的规矩谁也破不了。你犯冲，你没事，一切都听吴老板的。那这样吧，超哥，麻烦转告吴老板，今天晚上我做东到我的餐厅吃点海鲜。多谢严总，吴总起诉。而且，今晚还约了重要的朋友，姓李了。啊，那行，那你们进去聊吧。啊，我也好多年没来过盘龙山了，我到处转一转啊。去吧。两位，里面请。吴峰有意避而不见，让我有些手足无措。如果见不到吴峰，我就永远无法真正切入贩毒集团内部，而在于那边的压力也会随之增加。找我什么急？来，先坐。是不是吴峰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啊？可别跟我提他，你可不知道，那昨天你走了以后啊，这个吴峰带着我是又烧香又拜佛的。后来又见了什么慧远法师，听他讲座，这一下午啊，一直在听他讲什么人生放下的道理，听得我脑袋都快炸了。这慧远法师啊，可相当有名望。一般人都听不到他讲授，这吴峰面子够大的。嗯，也是够迷信的。关键是见完了慧远法师之后呢，
又去见了一个周大师，结果就出事儿了，算出个凶卦。凶卦怎么说啊？这周大师大概意思呢，就是说吴峰的八字啊不适合往西走，如果要走的话，就得找一个海中金命破一下，要不然这次合作生意可能就会特别不顺利。然后吴峰就想起你来了。我？对呀，你海中金命啊。啊？为了让你跟吴峰见面，我不是把你的八字给他了吗？他清楚地记得你就是海中金命，这事儿就你能破，所以吴峰要求今天中午12点必须跟你见一面。你要是不去，我们之间的生意就不做了。哎，不是，之前还不是说我跟他属相相冲，不宜见面吗？怎么今儿就没我不行了？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我跟刘伟现在肯定是不行了。全都指望你了，弟弟。梅姐说的对，这事儿啊，只能有劳你了。还请周大师帮我这个忙，钱多少不是问题。早就听说严总不凡，今日一见，哼，果然是大富大贵之相。谢周大师吉言了。不过严总也真是不同啊，吴老板和我有约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权力员还有比周大师更会看相的人吗？既然严总这么胸怀大义，我岂有拒绝之理啊？那我先谢过你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告辞。既然上山了，何不算上一卦再走？下回吧。成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仗义，来敬海中金命。吴总，今天喝的怎么样？哎呀，今天喝的是太痛快了，再喝点吧。哎呀，今天跟严先生真是相谈甚欢呐，您真是我命中的贵人。梅总，眼光太棒了。吴总毒气肺炎，您能这么说，我心里头才更踏实。感谢吴老板瞧得起我，以后吴老板有任何需要尽管吩咐，小严在所不辞。好，那我们就此别过，再见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再见。是纪晓鸥吗？就为了一个严谨，你至于这么作践自己吗？我作不作践自己，坏人他根本就不知道。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，没必要这么折磨自己。我忘不了，我越想忘记，那些画面就越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。我就是忘不了他，我忘不了他。
哎，干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纪晓就要被某人给玷污了。不行，你赶紧走。要是被刘伟的人发现了，纪晓还得因为你遭殃。只要你不说，没人能知道。严谨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在利川跟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你是男人就说实话。是真的，我对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我一个，对不起，小欧，对不起。你该走了。给我下来。到底清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啊？纪晓鸥她只是你姐。是你让我照顾纪晓鸥的，我让你打着照顾他的旗号追他，占他便宜了吗？你别以为你最近干了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。他又不是你的人，我想干什么你管不着。纪晓鸥她就是我的女人，要不是因为这个案子，我俩早就在一块儿了。在一起又如何？只要你们没结婚，我就有追求她的权利。你还真是异想天开啊。你说，如果让纪晓鸥知道你的毒贩身份，他还会理你吗？会。以前我觉得我离死很近，没资格喜欢别人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也是警方的人。只要我能立功赎罪，我的人生就还有希望。为什么我不能追求我爱的人？我不但要追。我还要疯狂大胆的追，就算纪晓鸥知道这一切，他也会原谅我。这是你亲口说的。原谅不代表爱，到底懂不懂啊？我说，是谁给你的自信啊？啊？就算你没有误入歧途，你长得好看，心拉的再好。你连你跟你妈的生活你都保证不了，你连未来是什么你都不知道，你拿什么给纪晓鸥幸福？你不仅什么都给不了她，你还会成为她人生当中的累赘。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晓鸥她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我都可以满足她。她可以风风光光的嫁给我，跟我在一起，这有她享不完的福。有钱就了不起吗？有钱就可以瞧不起人是吗？你要有我这么一个家庭，有我那一个爸，你说不定混得还不如我呢。你在外边高高在上的，靠的还不是你老爸？没了他，你什么都不是。
你以为所有出身好的人都可以不劳而获吗？不努力，不奋斗，钱会自动进入你的口袋里吗？做梦呢吧你！有多少跟你一样出身贫苦的穷孩子，通过自己的努力翻了身，而你呢，选择了犯罪，自甘堕落，用自己的人生换来钞票。佳宇，这是你唯一一个机会了。那些没有用的事儿，再也不要想了。眼下是小美人和吴峰交易的关键时刻，我要你做的是打起精神，全力配合我。如果这一次的行动因为你而失败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那时候，展宇跟季小欧走得那么近，你什么感受啊？担心呗。但当时我正处于侦破案件的关键期，又被刘伟搞得焦头烂额，实在顾不上那些。既然你都知道展宇不是诚心跟警方合作的，干嘛不把他抓了？刘伟是个疑心很重的人，如果那个时候我碰他的手下，一定会被他察觉到。如果因为这个影响到最终的任务，不是因小失大吗？嗯，挺理性的。做人就应该理性一点，尤其像咱们这种当警察的，就不能太感性。听你怎么说，看来是曾经做过什么感性的事儿，让自己吃亏了吧？那可不。跟展宇有关系吗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跟季小欧都被他楚楚可怜的身世和那张天生会说谎的脸给蒙骗
黑夜直到白昼。